一百二十一号，细用威甲咱带来温情，无人可比。主持人平小老师以及现场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是上有人问起，一生中上爱思念是哪一位？我无阿母惦在阮身边，只有爸爸照顾阮过日子。在人生。茫茫青青海水，有时像台顶远的慈悲。看着爸爸为阮打拼赚钱，目睭辛苦汗淌水。感谢一百。